我是邵雨薇，我等一下要去宝格丽的活动哦，跟着我一起准备吧。我的房间，哒啦！我觉得这一次入住宝格丽饭店最开心的地方，是因为它的 view 非常的棒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去 Serpenti Icon 的 event， 很期待，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 Serpenti 系列，因为对我来说蛇是一个跟我特别有缘的一个动物。这一次因为我们会有多留在巴黎，然后就是上一次我有去那个塞纳河游船，我就觉得这一次也想要带他们去塞纳河游船，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快速的在巴黎感受到那种哦，不置身巴黎的这种气息。这一次呢，就有多一点点时间的话，可以去一些我觉得比较想要逛街的地方。像我们昨天就去了跳蚤市场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件皮外套，就是挖到了一个很棒的宝，我觉得很喜欢。上一次来的时候有吃到一次瓜牛，吃完那一盘之后就非常想再点，可是刚好就遇到了厨师休息时间，就没有办法再多点一份瓜牛了，然后就有点隐恨的离开，因为也没有时间再多待。那这一次来其实我就一直跟大家讲说我必须要吃瓜牛，我就是要吃瓜牛，对。然后我们已经就是约好了一餐要去吃瓜牛。我上一次来欧洲的时候有感觉到皮肤非常非常的干燥，我那一次回去之后我的脸就是有脱皮这样子，所以我这次来就有特别的在保湿上面做了一些功夫，刚刚有去拍一些街拍，然后现在要改成我等一下要去活动的妆发，希望这一次的发型啊可以有一点点复古，然后有点魅惑的感觉，就很搭这一次的 Serpenti 系列的那种状态。我现在呢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等一下要穿的衣服。来说，我今天的心情打扮有一点像是阿达一族的那种，是有点小反派，有点迷人的样子。这个就是我等一下要搭的包包，金色的 Serpenti 的包包。那我要去换装喽，换装好喽。它的剪裁很简单，然后就是它有做一个挖洞的设计，这也是我觉得这套洋装最迷人的地方。身上的配件都还没有带上去，等一下带上去呢，就可以让你们感受到很迷人高贵的气息。我现在身上的珠宝都已经戴上去了，然后一身的造型是黑配金的颜色，银蛇的戒指还有红宝石在我的身上，然后搭配现在我手上 Serpenti 系列的所有的珠宝。那我现在心情也很开心，就已经时间 almost 要到了，剩下的分钟，我们现在赶快要去活动现场喽。